hey, 大家好，我是不是有机，我是 Fly 啊。那其实早上实在太兴奋了，我要去征求的人这一页都还没秀出来，我自己就已经下台了。不过老实说，一些问题是有解决的，因为我在台下有问啊，就是为什么Chrome 啊 Safari 没办法让我就是一打开画面就有 YouTube， 因为他就不让我放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但是其实可以用 Firefox 啦，对，大家支持开源一下。那其实还有其他朋友的，就是也有开 issue， 我很感动，我有一个 issue 了，就是他希望我有那个控制功能，让影片可以暂停，不要吓到旁边的朋友。比如说我在播耶， yeah， 我今天吃到炸鸡了，那个音乐播出来有点烹调的鸡肉，太有 power 了，不同的种类，萧敬腾太有 power 了，连皮连骨的肌腱，或者以我还是对想要把它停掉，那可以。那还有什么资料可以接进来呢？我就对一直在那个 GDB 里面收到很多激励，像是真的假的有那个 CC0 的资料，那今天有跟 Miss ORZ 问怎么取得他资料，他就很就是热情的去把他们的统计资料打开给我看，然后我就去里面也是那个人肉先去爬资料，那就有看到这一则还蛮热门的，17天前。然后大家很踊跃的点击，它是一个流量很高，破差不多300个点击的这一步。那我把它做什么呢？我把它游击化了。对对，游击化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？Cofix 在 Wikipedia 没有条目，但是在游击百科呢？此讯息中所附影片已经被原上传者下架，且伪造中央社新闻片段。那其实这是那个 YouTube 的影片。那个引用的假新闻的影片，然后Google 小姐在澄清它了，对，那是有声音化，它有点吵啊，所以自己之后我在想说要怎么优化它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那还有什么资料可以接呢？欸，这其实有真的假的条目，不过它不是我们居民真的假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去编一下另外一个真的假的。那其实他那个我们政府有这个网络参与平台，那有人在上面有一些热门的讨论，也有很多附议，就是大家关注的内容，只有文字没有声音，所以也游击化一下吧。那这是 Join 平台的条目在维基百科，那因为维基百科就是要根据 Wikipedia 的网连结，然后再多加一个 U 在那个前面，那就可以听到声音了。那这是我自己接的资料，所以就会有刚才救你的声音。脊骨神经医学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医疗专业，台湾没有理由不支持这项专业。脊骨神经医学已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专业，台湾没有理由阻止这项在国外学习的好方式帮助台湾人民。欧美国家医学比台湾先进，都有脊骨神经科医师，台湾政府应该开放脊骨神经科进来，跟上欧美国家，台湾医学进步。为何无脊骨神经专科及相关法？好像整骨师啊，对，那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是用这个关键字去 YouTube 爬出来的，最多人看的结果是。就是这个 Doctor of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，所以看起来比较像复健师，但还要变成医师了这样子。有很多人在支持这个提案。那这个声音的话，是我去捞下面的人的意见，然后把它发声出来。所以这是那个公共政策的有机化。那你还是觉得生命很无聊，想要来点声音，你就去玩玩看吧。对，你在搜寻日本的时候会有趣的影片。东亚的岛屿国家，留日本列岛、琉球群岛和伊豆小笠原群岛等六。那这时候有时候是你在 YouTube 上面平常看不到，因为它是去个人化的影片。那刚才我们有珊瑚相关的提案，会是什么样的影片出来呢？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惊奇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一下。那我很希望这台主机被大家操爆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就 Middle Two 可以用了。对， Middle Two 也有 YouTube 上面的影片，但可能跟 Middle Two 无关。那今天的流量就是应该是大家有在用，
所以这是主机的状况，希望大家把它超爆这样子。感谢大家，欢迎使用有机百科。我是最帅的。